走呗。好。掐得到吗？行不行哦？要拿这个来掐一下，来掐一下。老婆。啊。上次我看到那个香菇肯定长大了，过了这么多天，要不然我们等一下去摘呀、啊。去不去得了？去摘香菇。去。很远吧？这不能去吧？嗯，有点远，他去不了。到时候到山上又要我背，是不是姐姐？我们摘点菜回去打火锅。你看这种头台现在不好卖了，我们就吃到了。要不然都是卖了之后吃那种散开的那种。哎，放在篮子里啊。能不能提哦？能不能提？快点啦，我们去摘香菇啦。看到有香菇谁，我菜都拿少拿了。打火锅去找野生香菇最好了。嗯，那把泽泽送回家先走。哇塞，你们在干嘛呀？烤鸡腿啊。烤鸡腿啊，打火锅啊。哇塞，打火锅我们就有青菜。我们有一篮青菜。带小朋友在这边野炊呀、啊。注意用火安全就好了啊、哦。把泽泽送回家去了，现在跟宇哥去找香菇喽，野生的香菇特别香，期待我们的好收成吧。哎，宇哥，啊，那是不是木耳？哪里？那枯树上面只有一朵啊。是木耳，但是只有一朵啊。算了，这里又太险了，别下去了。嗯，我们到了这个。长香菇的这个树的这个地方了，这两天长大了不少哦，宇哥。是啊。可是这么高。这枯树把它砍了，拿回家去养吧。哦，天天浇水还会长大哦。对啊。可能只有用这种办法了。反正这么高，你要拿也拿不到。是啊。稳着点了，宇哥。等一下那个倒下来就把那个香菇全部都给弄烂了，也不好吃了。嗯。要断不断的时候呢，到时候就在下面支撑它一下啊，你告诉我一下，来往下面倒的。对，好像掉了一朵香菇下来啊。不是香菇，是那个碎木上面那个枯的地方啊。树皮，就它那个最枯的那个地方已经腐烂掉了。好、嗯哦、又掉下来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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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小心哦！你别看它枯哦，这个天下雨很重哦。挺重的。啊哈哈，好像没打到香菇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哇，漂亮！漂亮吧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拿篮子来捡了呀！哎呀，是香菇还是平菇啊？好漂亮哎！小小的，哦，那里打烂了，宇哥，那里打烂完了，掉了好多朵。哦，看一下它为什么这个顶部这样枯成这个样子啊？全部腐烂了，你看还断了一截，这里，这上面有两朵香菇，应该是平菇，我觉得那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树好香哦。嗯，我也闻到了，是平菇还是香菇？好多菌丝呢，看到没有？菌丝，我看一下，我仔细看一下。嗯，对，先把它摘下来吧。嗯，那把这个扛回去吗？扛回去啊，回家到每年都有菌子吃的就。对、啊，这是香菇。嗯，好香。哎呀，掉的这里还有一朵。天气太冷了，长得太慢了。这种天气温带很不了。啊？就扛回去，等它长大了再摘呀、啊。我们两个抬回去好不好？不是，可以啊。挺重的嘞。试一下嘛。太小了，不舍得摘了是吧？啊、下面那一节应该不要搞那么长的吧？啊，下面到时候下面也会长的。好吧，那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抬哟、哦？这么重，下面还有竹头呢，我们竹头还丢在下面呢。小心小心！不用抬，我一个人都可以搞定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看。啊，这么轻哎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是下山呐、啊，很滑的嘞。没事。可以慢慢的。要不要我帮你这边呢、啊？
不用不用。宇哥在这里有点纠结啊，那个香菇又太小了。对这里。对，然后他又刚好要拿着肩膀在那个位置才好扛回去，摘了吧，摘了吧，不要可惜了。太小了，太小了。那没办法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把那个地方摘了，到时候我们回家，那个地方还会长的。我们天天给它浇水哦，记得哦。哇，你看从下面浇上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刚才还要拿一点，还要拿一点。不用不用，刚好对着这里。那你试一下，那你试一下。啊！不要伤到了香菇。你不是刚刚好吗？就这里跟这个地方要小心呐、啊。嗯，就那里我知道。好，那你在前面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啊，你看上面，那里。那上面看不到了，已经别看了。回去吧，也是香菇还是什么菇？哦，你还舍不得是吧？看一下，宇哥扛着一个什么宝贝一样的，他比什么都小心。人摔了没事，不要把我的香菇摔到了。不要这样说，还是要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的啊，明白吗？嗯。到竹林这里了，我们的竹头在这里。宇哥刚才说要挖这个嫩嫩的折耳根，野生的，现在还挖不挖呀？不挖了，先把这个宝贝拿回家。有点重嘞，等一下换我啊。嗯。王大姐。哎。这掉了一颗了。捡了，不要浪费了。哦，好。哎呀。你要小心啊！你看，掉在路上的也要把它捡了，我在后面捡。嗯，真香，小心哦！别看这个是腐木啊，这个因为很湿，它在长菌菇，所以很重。哎呦，我帮宇哥一下，但是我也怕把这个平菇给弄，这个香菇给弄坏了，咬坏了。啊，我起不来。行的，你是谁呀，娜姐？哇塞，这么大一个宝贝！耶，小心了，小心了。扛回家一年都有香菇吃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你拿篮子，后面还有竹筒。那姐还是给我吧，挺重的。我也觉得舍不得丢下它、啊。舍不得。好，给你给你。好远呐、啊，我们两个怎么扛这么久啊？放到哪个地方靠一下，才能拿下来呀、啊？嗯。重不重要？不要换一下我。不用。马上到家了。哎哎哎！哎。哎你走路走不稳了啊！把人家的菜，白菜，把人家的白菜给拱了。马上就到家了。哎，走路都走不稳，好惨啊！慢你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两个要背回去。这谁家的白菜地啊？问一下他们，要补一点钱给他们，要不然。丢点钱在这里。你看这个地方被我给弄了，还被清空了。到家了，还是要两个人抬一下。太远了，我们两个抬这个回来很重很重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，大姐？两把香菇。我以为是香菇。你弄得腻腻的。好漂亮的。香菇还是平菇啊？不啊。是冻菌，这是冻菌。镜像不比不就对吗？不，我晚上没不一没到了没呀？适当的站在这里吧。先让他在这里站着吧。刚才肩膀靠了这个地方伤了几颗，宇哥。嗯，那难免的。哦，这好稳哦。哇，我们以后就有菌子吃了。多浇水。这两天都下雨，应该没关系。嗯。香，我们剩的那几朵，哎，不是在路上捡的那几朵，就是掉下来那个，搞点肉末打碗汤，清汤最好喝嘛，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朋友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